那个右下角这个不是那个 Eaglet 吗？不，我不想哭。你不管做什么都说我不想，对吗？不是的，我有目标，但是你只需要去相信自己一次就好了。Filter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。哦，所以那是 Filter，不是 Eaglet，我以为是 Eaglet。哦，这边突然叫我们成长，是要开始追逐战的意思吗？谁在那里？我看不到。哦，有东西了。哦，总算清楚了。有人在这里吗？请帮我。Warning, high chance of murder。你是 Lista 吗？什么 Lista？你 Lista？不，我来这里想要知道我是谁，我不是 Lista。Lista，给我什么？把它给我。它是你的，一样是我的。Lista，我不理。化妆镜。不，把属于我的给我。把属于我的给我，还给我！你不会承认的，对吗？是时候跟你停止玩游戏啦。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你是谁。We know 什么？Who are you? Who you are？什么？哦，啊哈！怎么会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怎么变？主角怎么变 Lista 了？就 Lista 是他本名吗？哎，他又变回来了。我越来越搞不懂他到底是谁了。总觉得快要知道他是谁的时候，哎呦！Lista，你在这里吗？李姐，出去！快点！我全部给他按下去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会有眼珠？有人上吊呢！哎呦，这不是一开始那个娃娃吗？动作啦，底下的是 Lisa，哎呀，前面都是女主角自己，后面突然变 Lisa，这是什么？一个人在纯白的走廊中迷失自我，他的雄心宏伟非凡。被末世所撕裂，被窃窃私语所蒙蔽，愤怒和悲伤紧紧抓住了他。这还有个什么红蓝光线？然后呢？要问我拿走啊？哦，上面有路啊。下哦，他这是提示吗？他纯白的转的时候迷失自我。Excuse me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情况？Oh fuck！这是叫我们使用道具吗？可是我有什么道具可以用啊？化妆镜、
不行，花上镜现在作用就只有就是那个装饰的而已。拐杖糖。Under the light plane，要走在这个光线底下，是不是？一下我手好痛，什么意思？他是说叫我们走在这光线底下吗？正在光在底下。哎 重点是哪一道光束？它有两个光束，哎，一个是红的，一个是蓝的。那我站的话，我要站在哪边？要怎么站啊？有死了没有？用化妆镜吗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哦，そうですね。它像洪水一样汹涌，又如烈焰般激烈。它与渴求快乐的情感相反，它是在被侮辱嘲笑时会得到的情感。愤怒。这是什么？红色镜子的碎片。布满白色花朵的床上，少女陷入沉睡。是 Lista 吗？哦，所以还的确是要用镜子，只是要在这光束底下啦。北齐哦，干，哦，又是一个 Lista。在未知的水域中徘徊，就连最后的希望也破碎了，就如被无情撕裂的存在，只剩下碎片，像是独自一人在阅读最后那可怕的信封。悲伤啊！又是蓝色镜子碎片。然后嘞？接下来呢？朝右放，朝左放，右。哎，等等，朝右。我们试看看。要照在那个光上啊！哎，我拿不起来它，哎，睡袋我不是这样放。那这个是朝右，哦，好神奇哦！那我们应该是要站在这边使用镜子喽。难怪一直要把化妆镜拿着，因为化妆镜就是一切的关键了。我原本以为它只是单纯的关键，现在看来它是还包含了解谜那些关键呢。不能先拿哎。苦涩的泪水充满他的眼睛。伤心的泪水从白皙的肌肤滑下，这是一种近乎疯狂的痛苦。着魔盛怒，萦绕心头的怨恨，都因那个女孩的不义而聚集心头。哎呦哎呦，等一下，他们怎么醒来了？而且那个谁脸变黑了？可以跑吗？哎，excuse me，跑灯，没有那照，没有那照，要往哪跑？啊啊啊啊！啊啊哈，哦吼，哦吼，没有，快点让我存档，我现在没有存档，我很害怕，不要这样。
前面那个是，看看是谁来啦，雷斯塔。为什么旁边有个雷斯塔？害怕什么呢？嗯，因为他才害怕的吗？不，笑成这样。继续装蠢是没有用的，小姐，你知道你做了什么？丽莎，请你，请你听我说。不，你听着，一切不都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没有什么需要后悔的，小姐。你对可怜丽莎做了什么，你自己清楚不是吗？我只是，这也是你的一个坏习惯，小姐。化什么镜？化妆镜。怎么啦，雷斯塔？我镜子为什么突然变 B 曲了？为什么突然变 B 曲？我做不到，雷斯塔。啊，想要镜子啊，小姐，不可以。那你又可以给我们什么呢？你有什么可以给可怜的雷斯塔呢？哈，我的镜子为什么一直 B 曲？好奇怪哦。那你是知道答案的，镜子。丽莎，不，过来吧，丽莎已经饿了。哎呦，不能走吗？你有我想要的东西，镜子，画镜。所以我应该喂他什么呢？把我要的东西给我。给情书，这就是你的真面目。哦，啊，冥府看门狗啊！我们把其他东西都先给看看好了。Choose one and do let out the puzzle all over again. 然后我想给看其他东西啊，给情书，然后给那个什么通话了。哎，感谢皇上您的 host， 谢谢你。哎，谁大哥最近比较没有去观看台？听我说，快点。而且为什么那个会叫 B 曲啊？我不懂哎、欸。他们两个不是同一个人吗？欸、那个 Lisa 一直大喊我的镜子，是说这个镜子不属于我们女主角的吗？我要给什么呢？录音盘不要，先给玫瑰铃铛。好像如果选镜子以外的东西，就是直接 game over、欸。我没办法直接给他那个、啊，我没办法给他其他东西代替吗？给他其他，那我们然后我们再给这个化妆镜看看。Lista 镜子。镜子对我来说，你比他重要，给钱就好，靠腰。有薪水的话，没有、啊，等我拿薪水再看看呢、啊。啊 ？What the？ 不能给镜子啊、哦、！Never give away the mirror， 不能给镜子，可是我给其他的又不行啊。给其他他也不接受啊，除非我还有什么可以给的。等一下，我想想看，我有什么可以给啊？镜子、刀叉吗？你不可能是录音盘啊，你录音盘，你给他也没意义啊，他也听不到。会自己做游戏吗？我不会、欸，我没有做过游戏，用 RPG 我不会。我没有用它做过，我没有做过这一个拐杖糖吗？哈，这是什么？
我想帮助你，不会伤害你的。帮助我，是的，Lisa 我。哇哦，哎，这是拐杖糖哎，你找我一起玩。不过我没有用过那个 RPG Maker 做游戏，很难啊，我觉得。I have seen Lan Lan here 欸。哎，六神刚刚午安哦，这有聊过，不过他们很多东西要弄。对啊，他们现在好像也都在忙。这就是，这也比较，这也很麻烦。哎，啊怎么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看里面。哎呦，哎，啊怎么回来了？嗯，有东西消失了。啊，因为我本身没有做，没有接触跟游戏相关的啦。所以这个话我就，到底是怎样啊？一夕阳无恙呢？这个。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